好，2018年第11条嗱，咁呢条系一啲应嘅石嘅题目啦。咁第一样你先睇下个题目讲乜。咁啊，最紧要呢个系咧主答 distribution number of children。嗱，咁呢句嘢咩意思咧？呢句即系话俾你听，number of children 呢个系讲 data。OK，呢个 data。咁下一行系咩啊？咁一個 data 同埋 difference 咯。OK，咁你要分呢兩個咧，咁你無論計面啊、計其他嘢，先會知道個分別嘅。咁第二樣你要留意就係知道K 咧係個 positive integer，咁即 K 唔係零，K 定最細係一。好啦，咁就睇咧就之後咧，你就可以開始做題目啦。咁啊，呢份先啦。move 係二，move 為二。嗱，留心頭先講個 data 係上面啦，咁所以冇人二。咁啊，飛只狗，咁即係話咧，最多嗰個組咧係九。嗱，咁頭先講咗，因為 K 係 positive integer，咁即係最細嘅 K 一。而因為個 mod 係九咧，所以最大嘅 K 咧就係八啦。OK，咁呢個就係即係個。解释啦，好，呢个就系测力。好，跟住就 part B 啦。咁 part B 咧就讲 B 值嘅。咁 B 值嘅话咧，通常一般做法咧都系咁噶啦，即系晒啲 data 出嚟，系啦。咁佢就话个 B 值系二啦。咁嗱，咁 V 嘅字咧有兩個可能性，一個係最後嗰個字，或者一個最前嗰個字，即係因為我哋通常諗一個最先嘅情況就得㗎啦。中間嘅當然可以中間嘅，咁但係我哋計一個係即係最少可能嘅 K 同最大可能嘅 K 咧，係唔需要你其他情況，你只要諗最主要嘅情況。咁就我諗咧就係我當最尾嗰個係 V 嘅。咁嗱，咁如果最尾嘅 V 嘅，咁後面有幾個咧？好簡單啦，6+7，6+13。而前面咧，嗱，咁前面咧就 k 加二加八啦。OK，因為有一個二計在，咁所以9个2就變成8个。咁即係話咧，喺咁嘅情況底下，我哋有 k 加二加八就等於6+7，換言之咧，k 就三。呢個就係最細嘅 k 啦。好，跟住繼續就係計，喂，最大嘅 K 係幾多咧？咁啊，最大嘅 K 咧都係好似頭先咁啦，我哋曬啲可能性出嚟，係啦，即係咁。咁啊，仲要頭先咁講啦，我哋當最前嗰個二咧，就係呢只，咁即係話喺二嘅前面有幾多個咧？就 K 加二同一個。咁啊，二嘅後面咧，咁啊8个、6个、7个。OK，咁啊呢个就系另一个极端情况。咁即系话咧，我哋有 k 加二等于8+6+7，咁即系换言之咧，k 就系19啦。OK，咁啊，咁你想计 meeting 咧，你即系多人会做嘅，你杀出嚟，都系最简单最快嘅方法。好啦，咁啊，最后 pass 咯，咁啊，同我讲 min，今次计 min 就系二，嗱，咁如果 min 系二，咁点做咧？咁啊，嗱，头先讲即系要大家分清楚 data 同呢个分别就系，如果个 min 系二，咁即系话将 data 乘呢两次，跟住加晒佢。跟住除翻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個 total 是咪先？總數即係全部有幾多個分別？9+6+7，係啦，咁咧就會等於個 mean，係啦，咁樣。OK，跟住你跟住加完之後，即係解呢條 equation，咁啊 solve 完之後咧，你叫做 k。就够系啦，咁即系呢条就计完啦。OK，咁即系分别就计 mode 啦、video、min，咁啊即系点
Visa 就咁樣做㗎啦。